不要试图猜测，每一个答案都需要大胆求索，每一桩好奇都值得一个问号。展开历史画卷，那些隽永的魅力往往不会因为岁月的洗礼而失去光彩。时间的秘密总是在反复诘问中获得升级。当我们扪心自问，是心念的回响，是感受的开端。